在美国出世的丹·朱斯提毕业于纽约美国烹饪学院。23岁的时候，他就在华盛顿特区一间老牌西餐厅1789那里担任主厨。2015年，朱斯提成为丹麦哥本哈根诺玛餐厅的行政主厨。诺玛餐厅曾经三度被餐厅杂志评为全球最佳餐厅。朱斯提形容在诺玛的工作是45个厨师煮给45个客人，为他们送上终身难忘的一餐。但朱斯提希望找到一个比在高级餐厅做主厨更加有意义的目标。他说他之所以想成为一名厨师，是因为他想喂饱更多的人，同埋为最需要的人提供营养丰富美味的食物。你知道吗？想要为美国小学做一餐营养午餐，是需要遵守85页由联邦政府所制定的营养指引的。一日就必须要有一杯水果，3/4杯蔬菜，一盎司肉或者是肉类代替品。一个午餐的经费大约是$3.5，但扣除了行政、设备、运输等等的成本，食材费用就只得回大约$1.3。为了遵守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成本，很多学校向食品公司购买加工冷冻食品，以最便宜最方便的方式为学生送上午餐。以控制成本的代价就是牺牲学生。很多时候学生吃的都是一些冷冻的披萨和微波意大利面。2016年，朱斯提离开哥本哈根回到美国之后，创立了自己的餐厅，致力于将学校食堂改造成学生可以享受美味实惠午餐的地方。朱斯提和康乃狄克州的新伦敦公立学区合作，人口大约是27000人的新伦敦，有超过1/3的居民处于贫穷线下。朱斯提不单止专注在菜单设计，他更加改变午餐的制作过程。他透过训练具有厨房经验的厨师管理学校的厨房之外，还协助学校的厨房由加热加工的食品转型成为购买原食材来加以烹调。这样做不单止减低成本，还可以令学生吃得更加健康。他们每一日为3300名学生做新鲜的营养午餐。在三年入面，他们做了超过200000个符合规定的早餐、午餐，还透过2星期一次的社区晚餐，以$5一餐服务社区民众，为计划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朱斯提和他一班厨师都充满热情，他们不单止关怀学生，还关怀社区。美国罗德岛州华威公立学校就曾经针对学校长期存在的营养午餐费问题实施新的午餐政策，所有欠债的学生不可以再享用正常的营养午餐，而是改为精简套餐。套餐就只是得果醬三文治和葵花籽奶油，直到他们还清了债才恢复享用正常的营养午餐。穷人是那些受欺压的人，他们不单止物质上缺乏，亦都因为没有权力和机会，所以令到他们更加贫困软弱。圣经教导我们要进入社会，正面影响社区，关怀社区有需要的人。旧约圣经尼迦书6:8写话：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主耶稣实践自己对社会的关怀，但是他有所为亦都有所不为，他不会因为社会环境的不公就带人进行暴力抗争，而是以全港天国福音医病赶鬼和喂饱饥饿的人。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0:36-38就写话：神藉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
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神关心个人，也都关心社群。神进入社群是要寻找个别的人。我们可以学习主耶稣走入人群，而教会就可以透过服侍社区去改变物质和属灵上的贫穷。旧约圣经诗篇68篇5-6节经文写话，神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叛逆的住在干燥之地。好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顾及其他人的需要。圣经话，神不单只关心那些物质上缺乏的人，他亦都关心那些被欺压、剥夺和被忽视的人。神吩咐跟随主耶稣的人要效法他的慈悲、关怀和怜悯，以爱心帮助人服务社群和建设一个公平的世界。爱心的关怀就是在每一日的生活当中，你愿不愿意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呢？